我儿子查了一个月的大龙虾，今天我省吃俭用了半个月给他整了一个大龙虾，看肥不肥。哇，好肥。你妈这次你也遭错。哎呀，太肥了。儿子快吃上一口。哎呀，好不好吃？嗯，你拿着吃，拿着吃。妈妈吃小的。叔叔阿姨给我妈妈一个方形吧。孩子都要了，就给一个吧。一切都为了孩子，孩子吃大的。爷爷奶奶，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